米雪儿，你是住在，你是住在那个吗 ？IG 里每个直播你都会看。嗨嗨。唐僧上啊！哎呦，他好可爱哦！哎，艾丽儿，嗨，新帝王，木木，对啊，有喵喵，明天我们要出席资生堂的活动，大家记得看直播哟。好想你哦，艾丽儿。好久没戴这个帽子，有吗？有很久吗？早安，孟伟，孟伟回家了。现在在我家的是芭比。你们有看《少年出任务》吗？还蛮好看的耶。而且跟你们说，默默很好笑，就是因为他就是发生了一些小状况，对他的牙齿，对，然后就是对，然后主要脸现在就肿肿的，很可爱。出生堂哦，资生堂，可能没办法看芭比哦。他现在在工作，对。祖安也在吗？我们明天会出席双全生活馆，你们明天不是会跟我们一起出席吗？有香突然路过，卡片看完了吗？有看完，有看完，嗨嗨完全娱乐。对对，木木去拔智齿，他现在超像一棵仓鼠，他就是这边是瘦的，然后这边是这样，超可爱的。我们不是明天陈俊廷，我们不是明天要一起表演吗？还是你没有？有吧？你也有吧？希望可以拍到。我不知道明天的活动，我不知道能不是不是开放粉丝入场，还是就走媒体，我也不知道。那如果能来的话，大家就可以尽量来参与哦。会太官方吗？少年出任务什么时候会播下集？这个我不太知道，可能是等下一次的那个什么时尚气象台播的时候，我们就出现在最后面。明天要断考完了。加油！明天，对，很像三人的小团众有吗？有，我有把卡片都看完。好好奇黎明宫会不会出现在下一集？我也不知道哦。嗨，我等一下还要去忙，想说有短短的休息时间，我就短短的吃个播。你看，好可爱哦。蔡正可以 ，Phoenix 是哦 ，Phoenix 有另外的活动是吧？好的，竟然接美妆了，没有，是没有接到美妆啦。我等一下去，吃饭这样子。对，没有好好吃饭，我等一下要去吃饭了。刚工作完。猫猫很可爱哦，很多人问说，就是有没有啊？我跟你们说，上次我直播，上次那个你们太空港，我们不是有用一个很酷的 intro 吗？明天还可以看双宝当一日女友，反正就是我们
就台湾港那 intro， 你们还记不记得？来，完全娱乐，我跟你们讲一下，那时候我们不是突然就是有音乐播出，然后不是这样吗？赶紧关静音，就是因为那个 highlight song 的 intro， 然后之后芭比在听，然后放太大声，我们怕被大家听到，我们就赶紧关静音。对，所以那时候的音乐是这个，对对对对对。断考顺利，好，反正我差不多是要下播，因为是速速直播。有吗？今天很官方吗？嗯，对，太空港很赞。有机会的话 ，maybe 之后的活动有可能也会用一些 intro， 但是也不太确定。这样子，早点休息，预祝明天顺利，没问题。Jennice 打点点点，因为他刚刚说我回家之后要赶快休息。对，嗯，因为我们明天行程蛮早的。嗯，会会会，我会好好吃饭。我等一下要去，我等一下要吃饭了。对对对对，然后吃完饭，我觉得回来好好睡觉了。Jennice， 真的。拜拜，好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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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去用东西了，拜拜。来跟大家说拜拜，拜拜。啊，你还要镜头，来，拜拜，喵喵。